Hello， 大家好，你是不是常常有高音吹不上去，或者是高音准偏高的问题呢？在这里介绍您一个练习，让你可以改善这些问题。这个练习是我们试着不按高音键吹出高音的哆、西、拉这三个音。当我们可以不用高音键吹出哆、西、拉这三个音之后呢，我们再把高音键加回去，你就会发现高音其实可以很轻松的吹，而你的音准也不会像原本一样那么高了。